外国友人制作的 MV《远方的加油》在网络上走红，歌曲传递出了对中国抗疫工作的支持和鼓励。音乐视频的制作者赫赫冷特来自于哥伦比亚，是夏的女婿。他说，哥伦比亚与中国心连心，中国一定能够战胜疫情，迎来春天。影片中，一群来自哥伦比亚的朋友在浓浓的拉丁美洲音乐风下，用中文唱着“中国加油，泱泱大国五千年”。音乐视频的制作者赫赫特说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，他正好回哥伦比亚探亲，从新闻中了解到中国国内的情况后十分忧心，于是他迅速召集乐队朋友一起录制了这支 MV， 希望用歌曲为中国抗疫加油。赫赫特在当地的朋友们也十分支持，在不会说中文的情况下，他们加紧练习，仅用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 MV 制作。春天已经到了，加油！跟你们说要继续干疫，防疫过后会有一个新的美丽的彩虹。爱中国好，中国好，我们的中国美好。赫赫特来自哥伦比亚，在中国已经生活了24年，最近16年他一直在厦门从事商贸，还是一位厦门女婿。他说自己已经把中国当成了第二故乡。2018年时，赫赫特就曾在厦门创作了一首名为《中国好》的歌曲，当时也红遍网络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，赫赫特虽身处地球另一端，但心仍与中国在一起。他十分赞赏中国政府高效的抗疫工作，坚信就像歌曲中唱的那样，这场战役一定会胜利。从地球的另外一边，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，我们哥伦比亚人为祖国加油，你们不再孤单，我们跟你们在一起，我们的心里跟你们在一起，中国加油。以上就是今天。